对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呢，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当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是我们军人价值真正体现到的时候，我们义不容辞。大家好，非常时期就不握手了，你一定要有信心。嗯，没问题，再没问题，一定可以克服这场疫情，一定能打赢。对中国人民来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一场严肃的斗争。中国政府呢是高度重视，因为政府的宗旨呢就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在这里呢，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也向全国在抗击疫情战斗中的医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我们一定要牢记领袖的嘱托，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正在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推向临床，推向应用。想挣钱，还想健康，那肯定卯足了劲儿啊！早就想上班，从来没有休过这么长的假期，积蓄力量吧，专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我相信啊，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一次的疫情。